张身影随着音乐跳起优雅舞蹈，穿着紫色舞裙的就是拥有九头身好身材，被誉为台版娜美的肚皮舞职业选手李英贵。身材姣好的丽英贵2008年代表台湾参加泰国及越南主办的国际肚皮舞赛事，一口气拿下3个冠军。一听到夺冠，丽英贵难掩兴奋，身披国旗走上颁奖台，笑说那一刻仿佛自带光芒。披着国旗在台上，那时候可以分享一下那时候的感觉吗？就觉得好像自己带了一束光到国外去。你知道你被人家称为是真人版的娜美像吗？舞蹈界的可以。高挑的丽英贵身高外形让她看起来格外亮眼，不过也因此在舞蹈动作上需要更加精雕细琢。可是因为身高高的人四肢也比较长，那在动作方面也会比较容易被看得出破绽，或者是舞蹈的精确度跟细腻度都比较明显。为了在舞台展现完美一面，丽英贵每天练舞6小时以上。这回勇夺3项肚皮舞的国际赛事冠军，不仅为国争光，也创下个人的生涯里程碑。三立新闻时事庭吴慧珊告诉。